上鱼了啊，嘿嘿。一咋这是第二位，看看上个小鲫鱼，小鲫鱼那个一斤多钱。这类鱼这么有劲呢，我觉得以前的鱼没那么大劲儿啊，拽得咯噔咯噔的。看米弟嫂在水里边呢，涨水呀、啊，熊河水库啊，一直在涨水。你看，看这赶紧拽的，来鱼户那边的吧，啊，鱼户来着呢。你大爷能过来没事儿。石中的鱼就闷着劲儿，在底下有草，烂草哈。是，来鱼户那边的，过那边的呗。来鱼户那边的，过那边的好了。到这磕着，下不大。小李子不用拿草网，你往带。李子那红嘴的吗？嗯。来了啊，不大。这小李子